当下中国老龄化趋势加之互联网时代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提升，自驾游人次的增长，房车也势必成为更大一批人群所选择的消耗品。人们有需求，有需求便会有产量。以上环境因素造就了房车文化的发展。飞翔房车作为房车领域众多品类中的一员，与众多房车品牌中了解各种各样的个性化定制方式，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去粗取精，打造自身产品理念，自主研发了直取车内油箱的柴油炉，会客区一键升降的电动桌，厨房区空间合理化利用的升降吊柜，用于房车专用的航空座椅，还有房车专用静音变频顶置空调以及可隐藏的升降吊床。截止目前，飞翔房车生产车间开辟 T 型车生产线、 B 型车生产线及铁 C 生产线，在此基础上制作了依维柯 T 型小额头房车、福特 Roon T 型小额头房车、大通 V90 T 型小额头房车、福特新时代 Pro B 型车、福特全顺 B 型车、大通 V90 B 型车、铁 C 新概念，并附有组装车间、配件车间以及销售展厅，年产量可达600余台。2020年一年的时间销售房车300余台，2021年计划500台，这些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离不开广大车友们的支持。飞翔房车也正是在各位车友们的关注见证下走到了今天。我们倡导舒适美好的旅游体验，让国人享受房车生活的乐趣，正如我们所一直坚守的企业理念所言，延续更多人的美好生活。